哎，嗨，嗨，各位，你愉快吗？今天还有信心吗？我觉得今天亲友啊，给我挺多信心的。每一回从那个二楼下来的人都这么说，静姐经验谈。但今天确实不太好说啊，很难。对啊，其实我们讨论的也就是产生很多歧义。嗯。但是我们也觉得说，反正就是这也有可能是你拉开差距的一个机会。OK， 我也觉得。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差距更大一点吧。但你们今天这对看起来信心满满的只有一位，谁？静姐。你太有眼光了。你是不是没有分清楚信心满满跟置身事外这两个词的差别？对，今天真的复杂，所以我们赶快看一下吧。笑出心动魅力啊，遇见更美的你。接下来进入海洋珀莱雅心动连线时刻，我们依次来跟大家做一个揭晓。从女生开始，我们先来看小文，双方给出的连线。哎，小文是我很纠结的，你们应该也是。我们也纠结。一个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了。凭什么给浦江？浦江说了，因为你做的，所以我要吃。那我反倒是认为他跟浦江的约会过后，然后觉得 OK， 我再不会给你了，再不会给浦江了。对啊。哎呀，谁来救救浦江啊？我不想救他，不想救他。看看结果吧。来，小文到底传给了谁？请看。完了，我觉得郑小文呢，这个被浦江感染了，被浦江感染。可能就是说不知道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今天要给谁。事实哥是一个会照顾我的人，给我安全感的人，所以我写给他也有可能。有有有有，你看，史哥好开心哦，我们注意他的表情。你肯定有，你肯定有，我觉得都有。我肯定没有，我肯定没有。